倒有点像水煮肉片火锅。洛阳川味火锅，廖老三小火锅，来个单96。川味金牌小锅90，看到还有配菜。它上面放的是蒜苗、生蒜，被油爆过的辣椒、牛肚、猪肚和大肠，用的拌开，让它充分的煮一下。千张海带、玉米、香菇、土豆、盐菜、黄豆芽。要说这一锅这个量啊，真可以，不用点菜了，这锅荤素都有的，它有点像水煮肉片的锅，东西都是熟的，然后上面放的蒜呀、什么呀、爆香过的辣椒啊，然后来煮一下。先来大肠，大肠很明显上过色，入口先是一个甜口。刚开始吃还没煮一会儿啊，并不麻并不辣，估计煮一会儿回来，大肠卤过没有什么底口，靠的是汤子。猪肚用猪肚细根，这个辣味上来了，辣辣的辣，很有层次，从舌头到嗓子眼。牛肚，牛肚口感大脆，大肠的够烂够小，猪肚有韧性也够烂，没有吃到太大牛肚，这会儿辣从舌头边到嗓子眼，最后返回来舌头根到舌头边再到嘴唇，是麻，先辣后麻，尝口素菜，这个比较吸味。黄豆芽在这里面是一个极鲜的食物，吃到黄豆芽的甜头酥的时候，汤调和的鲜就出来了。它这个应该用的是高汤，这个大肠就煮了一会儿再。整体来说，大肠猪肚好吃，大肠煮的这个味道没有猪肚好。火锅涮猪肚头一回吃，没想到这个涮猪肚这么香，比猪肚好吃。猪肚本身的那个香气很不错，脏气处理得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异味，很人性一点。这锅有能单点的，然后所有的食材做的火锅全部都能吃，两摊三摊都有，那种香气一直能闻到。吃的这个锅里面的食材如果排过去，黄豆芽是最好吃的。它这个鲜，除了黄豆芽，还有那海带，也是更鲜味。我这会儿吃了一会儿，真有个冲动，我想喝口它的汤，就觉得汤特别好，尝口汤，没人味。黄粉重新排序。这锅最好的东西是它的汤，那个汤的鲜，它又用了黄豆芽跟海带去提鲜，辣椒、花椒用的都是山东菜，很有层次。刚我就在想，它为什么会用土豆跟莲菜去搭配？这两种东西淀粉含量极高，煮了之后，这个汤会开始慢慢的变浓稠，就是可以理解为自来芡。中辣，能接受，就是能吃辣的要最辣，吃了火锅被烫醒了，太好吃了。不愧是烹猪的火锅，上桌的时候没有说送四个菜，菜吃完了说还送四个菜，90块钱一锅四个菜，真划算。爱吃火锅的，成年非常值得来下个酒。